就是你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谢谢你，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好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故事？小齐哥，是。我从穿开裆裤就开始喜欢你了，那个年代我没有赶上就是了。然后虽然我今天没有穿裤子，不，你穿裙子是吧？对，我穿裙子。我不方便了解，对不起对不起。然后呢？反正我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啊？这，我告诉你哦，芭拉，你麻烦你站起来。芭拉今天也是待字闺中，说不定留个微信哦，也有机会。扫一下。哎呦，手机在台上哎。因为我刚说你要对我负责，所以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不能够不想你，也不能够忘记你，总是在梦里一直看到你，多想对你说句，我是真的爱你。